哪种人最常有路怒症的情况？何者为最容易有路怒症的群体？我的答案是 A。我还很讨厌那种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把门悠悠的打开来，倒他的烟灰缸啊。我看过，他是打开之后是倒水，倒水倒还好，没有，是黄黄的。哦，他应该不想把那个尿留在车上。哦，应该被大家分享哦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